我来看看，咱们来一块看看。我的演出，我好听嘿。另外，但是因为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嗓子在发炎啊。这是因为是在春节前录的。我办公老师们出来了，怎么还有一个带着这是养蜜蜂的吗？这人是？哦。这观众连嘴型都没对上，因为当时我演的时候没有观众，好吗？我见你等雨碎的心，我再给我自个儿看啊。这样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也是缺心眼儿。我现在下到电脑里头，我就可以跟你们一块看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大吉大利了啊！好，缺心眼儿，怎么回事？这孩子，哪儿啊？我直接下到我的电脑里不就完了吗？我在干嘛？我们的歌啊，好了，马上就要下完了，我们来看一看帅气的贾英伟他是怎样唱这首《家境成熟》的嘞，的嘞了。好，我们来看龙加点层谱。好，来了啊，声儿很小。好，现在这是苏龙神奇的微笑啊。对，大家可以听出来我的声音呢，有一点点微微的哑调，因为当时我的嗓子并不佳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接着看。推开窗，一起等待着日出，融化冰冷，只剩莫名感动。我们的故事。哎，但是大家可以听见这个嗓子有点微微有点哑的这个感觉，非常的 sexy 哦。因为他声音上憋得很，就特别闷啊。不错。你看看没有，这歌一使劲唱，后边开始爆灯啊。我徐老师跟我就摇头晃脑。我见你等雨整片完美天空，我见你。你看没有，就养蜂人出来给我伴舞了。我们这个家境成熟跟养蜂有什么关系呢？让我们接着看下去就能找到答案了。然而这个舞蹈哦，哇，好，大家可以学习哈哈相处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相处就是自个儿搅拌自己哦，就变成了相处啊、这个舞蹈动作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观众的嘴型，完全跟我唱的是六，他应该是听的是别的歌。我们来猜他唱的是什么。哟，开始划大船。拉乌，他唱的是。这位少女，她唱的是啊，我是啊。我见你等，我去水南北天空。我见你等雨随着星光漫步，相争相处，等于永恒的彩虹。
哇哇，你看我今天开始走位了啊，小王老师，看得我走位这么高兴吗？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，走起位来这么晃是怎么回事？我这位姑娘站起来了。有人在评论区跟我说一句，说中间这唢呐太好听了，那是个唢呐吗？那是个倭寇利的，这是个唢呐还行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跟这外行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老跟内行在一块没劲，这日子过的，一见着外行就给你这露怯，就感觉特别高兴。我们来听一下这唢呐，这唢呐。你还别说，还真像唢呐，就是这身啊、哎，我这身要跟那个 Diplo 那个，你们听一首歌的雷阳那个歌吗？我，所以说嘛，什么叫幽默？就是把一切感觉好厉害的东西，突然间说 low 了，然后就会非常幽默。这是很像唢，编雷阳那个人能疯了啊！我知道过错，却忘了弥补。你看没有，这歌唱这么多遍了，为什么唱完一句还要看提词器？我知道过错，却忘了弥补。明明斯坦尼康在拍你，为什么？而且你已经唱完了，你根本不需要再看第二段歌词，为什么还在看提词器？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你应该帅气的一直跟着斯坦尼康走吗？啊！坦尼康啊，来，我们接着来走。你知道珍惜，却忘了让步。还在看提词器，前边是斯坦尼康，你在看提词器干嘛？哦，所以说我下回应该这样，我写一条，我就直接贴在那个斯坦尼康上面，这样我就不看提词器了啊，因为这种词我背得非常熟。你看，你知道珍惜，却忘了让步。下一句我根本不用看，我知道什么词儿。其实看提词器是有作用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它就哦，你看，疯狂对吗？走进心里再不会提结束，我们的故事中像是道算术。为主，我加你等于整天完美。好的，那么现在已经这首歌呢，一共演了4分18秒。2分19秒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还没有明白那些养蜂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歌里，请大家给我一个美好的答案，谢谢各位。来，天空，我见你等于随着星光漫步，相成相处，等于永恒的彩虹。我加你灯，胡夏怎么回事？你好好看我演出，为什么看着手里什么东西？搓手干嘛？完美天空，我加你灯与随着星光漫步，相成相处，灯与永。为什么有一个这么慢 slow motion 骑马的动作？套马的汉子。哎，唢呐又来了啊、哦！哎，还真是人声唢呐，差不多就是这事儿，有道理。要不说您是人才。哦，这个表情是苏龙，这个表情跟刚才那个最开始的表情一样吗？大家发现没有？啊、哦，现在苏龙这个表情是不是？跟最开始的那个表情基本上是一致的，非常的帅气。你知道怎么就幽默了吗？然后切了很多那个艺人朋友的，然后导播这块做节目是剪辑错了，然后我在唱歌的时候，他切了一个我在底下冲着上边，哈哈，我他要能剪这么一镜头就太就拼了，我在底下给自个儿鼓掌。只剩莫名感动，爱否已来决定抱紧。哎，我要开始抒情了。对，
我真卖力气。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即使我唱成这个样，表情都难看成这样了。看我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们会觉得我深情吗？我现在唱歌的时候，你们会觉得我唱得特别的投入，特别深情吗？会吗？会有人觉得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我就这个面相的人，就是无论多么认真，多么深情，你看看，嚯，这大腮帮子，一看感觉有六十多个腮帮子，然后就这么使劲唱歌，都看不出来深情吗？确实是没有深情啊。就是说，因为唱到这种音的时候呢，就是说，因为它也不高，但是呢，就是要感觉唱起来就啊，动作特别大。然后，因为本身如果唱到这个段落，还显得不卖力气的话，就感觉特别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啊。所以这还行吧，嗯，行，这马上就要撅过去了啊，来走。哎，来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啊，怎么能够唱这种所谓的长音跟高音的时候还能保持帅气？我的彩虹，你瞧，果然是不行。我试试啊，我要保持就是唱长音跟高音的时候还很帅气。我的彩虹，这，哈哈，就是可以吗？就是比如说，你看正常一般，哎，等会儿啊，我拿一个手持麦，哎呀。一般一唱长音跟高音的时候都会那个，然后就会这歌挺吸金，然后就会拉自己。但是我要保持时刻都非常的 unbelievable， 就是非常的帅气的话，就是一边嘴较劲，但是脸要保持非常的帅气的话，想想怎么办啊？我的彩虹，等会儿为什么变成彬彬了？哦，要不说人彬子为什么会这样唱歌呢？是因为这样他在保持帅气。哦，原来他是因为在保持帅气，我才明白。哎呦喂，你说很多事儿他就得自个儿琢磨，对不对？你不琢磨，你不知道人为什么。Wedding boy， 原来是因为他想唱得很深情，同时又帅气。因为一般想深情起来，比如说 Wedding for you， 我的彩虹，然后就会这样。然后但是同时要帅气，我的彩虹。哎。我看看，刚才我好像还是不够帅，我要非常的帅，帅到就是唱高音完全的帅，把你帅到，就是高音还能帅到你，是很难的一件事。我的腮，我要禁止这个动作，这个不行，脸不能动，因为帅气的，帅气就得是这种，拿这边看别人啊，就是这种啊，来，我的彩虹，不行，还是不是这个脸还是不够，就是完全要非常帅的唱这个高，唱一个高音的话，是我看我能够达到吗？我相信我可以的，各位给我加油，一定是可以的。我的彩虹。哦，这还可以吗？我的彩虹，我还是很难度到的。嗯，来，我们接着放啊。等于永恒的彩虹。哇，好嘞，行，不错，好，那么。把眼睛闭上，我的彩虹，但是他还是会这样。有些事儿是需要天赋的，可能就是不行，因为长得本身就有问题，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，嗯，只能假装帅气了。好的，那么这首歌已经听完了，希望各位都支持我们的歌，因为我们的歌确实还不错，因为他非常尊重我们啊。首先呢，别人我也不知道，应该他，因为他很尊重每一个艺人，然后我在演的时候他反正能让我演我要唱的歌的时候他都让我演，再加上我现在胆儿也特别小，也不太敢演那个
不让演的歌啊。